傅大龙，字山书法长提名傅山，1976年生于甘肃天水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。傅大龙8岁开始参演电影，至今已经将金鸡奖、华表奖、华语电影传媒大奖、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的4项影帝囊括手中。傅大龙的书法有一定造诣，傅大龙书法颇有实力，广受网友赞誉，网友好评很多。文从沈梦了解，如这是个实力派，真的演艺圈凤毛麟角的琴棋书画，诗词歌赋精通的拙，最重要的是修身养性方面他做的也很好。另有网友评价，看他的书法，那摩阿弥陀佛一定是个虔诚礼佛的人，淡泊名利，把演员仅仅当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，所以他相对来说挺穷，但他很真。又有傅大龙，演艺界的佼佼者，实力雄厚，把那些刁钻跋扈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的书法造诣匪浅，功底蛮深厚，能登大雅之堂。傅大龙书法